40岁陈乔恩承认恋情却引众怒，大批粉丝集体脱粉，直言男方不配。陈乔恩与艾伦在女儿们的恋爱第二季节目结尾确认恋情，结果一直被网友质疑是炒作。想不到时隔三日，陈乔恩就正式官宣了。在陈乔恩官宣承认恋情后，节目中比陈乔恩小九岁的男嘉宾艾伦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，他的发言比较文艺，而且全部是英文，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陈乔恩的承认，最后一句感谢了陈乔恩，同时还配发了一张和陈乔恩牵手一同看画展的甜蜜背影，两个人各自晒出了一张背影照，照片中陈乔恩戴着帽子挽着艾伦的手一起逛展览，每一张照片两个人都紧紧握着对方的手。对于二人双双发微博承认恋情这件事，有人祝福，有人反对，陈乔恩的一部分粉丝难以接受已经脱粉，甚至头像都变成了黑色。大部分陈乔恩粉丝反对的原因有两点，第一，二人外貌差距太大，男方的颜值实在配不上陈乔恩，